来来来来，别着急别着急，来排队排队啊！来，宝宝们啊，您是从哪儿来的呀？从西安来的啊？西安，西安的，哎对，西安的粉丝宝宝，我们也有经销商了啊，您赶紧的，大姐。好的，新疆的大姐啊，我们这么多产品呢，一定要相信我们，王书记一定会给大家赋能的，所以所有的经销商赋能啊，那给王公司整轴的，整轴的，整轴都响，都响，先都响，两眼雷王王啊，给了五十万，谭叔一年给发了个几盒子吧，喝多了，对，今年已经签过了，下了下了四十多万的订单，下订单了，哦，下订单了，下订单了，下订单了，我们河南老乡啊，河南的郑州的啊。我们郑州的啊，你看，就是我们发大水的时候，马牛就赞助了 啊，是是是，对吧？河南人民，所以说你看，河南人民，你看就来了，对对，就来支持了。我跟你说，有因才有的今天的成果，对吧？先种因，别着急，慢慢收获啊。对对对，所以兰姐非常励志，非常值得大家。兰姐值得，真的，励志学习的榜样啊！兰姐是我粉丝，真的，帅哥的粉丝啊！哎呦，好荣幸啊！全家都喜欢，这么多的帅哥粉丝，来，大家点点赞，点点关注啊！这是我们河南的经销商啊！给马六记加油啊！马六记加油啊！马六记加油！马六记加油！加油！马六记加油！啊！马六记加油啊！大爱大爱啊！点点赞，点点关注，亮个小灯牌好吗？嗯，来，好的啊，谢谢啊！有什么困难找马六记啊！有任何问题找马六记好吗？啊，我们现在今年就是第一次来到了糖酒会，糖酒会签了这么多约啊，特别感恩啊，特别感恩。所以说呢，在合作的过程中是合作双赢，我们追求的是合作双赢。任何问题找马六记啊，任何问题找马六记啊。我们不是只是光卖产品，我们输出的是一种文化，是一种企业精神和一种美食。在经销的过程中，如果遇到了任何的坎坷、任何的问题，我们都负责到底啊。所有的粉丝宝宝们啊，只要跟马六记合作的经销商都可以加兰姐的手机啊，有任何问题找兰姐，好吗？你怎么加呀？一会儿就告诉你们，好吗？你们签约了吗？还没有，找谁呀？找谁？露露，露露，对对，露露要联系谁？你是哪的小妹？找马六记，任何问题找兰姐啊！来点点赞，点点关注啊！点赞点关注，亮个小灯牌啊！点赞点关注，亮个小灯牌。我们马六记，刚才那个新疆的宝宝们，新疆的宝宝们，有多少在新疆的宝宝们？有吗？每天都是新疆的宝宝们都说吃不上麻六记，现在我们找到供应跟那个我们合作供应啊，我们合作供应。今天有新疆的、郑州的，还有湖北的，对都已经是签了大单了。想做海南的，来来来，想做海南的过来呀！海南的宝宝有吗？哎，好的好的，可以好的。来来来，对，你们是湖北的是吧？四川的，四川的，自贡的，自贡的那个手撕牛肉啊，自贡的手撕兔，自贡的啊，自贡的，哎，来来来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没问题。你来到了麻六记，你真的今天哈、啊，你就是一个大，咱们就是缘分，就是机会，对吧？是。所以说呢，机会总是给那些有准备的人。其实家俊也特别想问一下，我不知道在场的朋友们就有没有今天要来去签单的宝宝呀？对，然后给大家来去看一下啊，你看现场是有很多兰姐的一个粉丝宝宝们哈。对的，包括说呢，小飞哥呢会在今天下午2点的时间呢会到我们整个的展厅的现场啊，朋友们，大家都记得去跟兰姐点下关注。当然线上的朋友们的话，有我们好吃的麻六记。对，如果说我们如果说今天想跟麻六记来去签单的哈，然后直接到我们的现场点点赞点点关注啊，点点赞点点关注啊，太优秀了，谢谢。